没有，还没开始啊。好，差不多了。好，差不多了。那你们 freestyle 我可以剪吗？来剪。那可以剪，可以。没有，是你自己剪吗？对啊。哦，辛苦哎。那字幕应该不是你上的，是不是他？哦。特效也是他。他就还好啊，没有上台的话，你们的碎话都上不上去。最花时间的就是上特效跟上。对啊，最花时间就是字幕特效。而且他很好心的帮我们出两集，本来就一集。啊。来在一起。好，我们要开始了，三二一，欢迎收看《来在一起》。那今天呢，欢迎的就是我们第二名的逆袭的演员们。好，来个别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从子红先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红，在里面饰演高士德。大家好，我是杨宇腾，因为里面演的是周书义。大家好，我是张瑞佳，我在里面饰演是裴守一。大家好，我是史之田，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于真轩。于，没错，对。对啊，对啊，对啊。没什么，那你有干嘛停的？好的，没有，没有。我在就是看你们的观众。哇！但是因为昨天我收集到很多网友的问题，网友的讯息直接爆表。那在问之前呢，我有几个问题想先问他们，请问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从哪问？从你先。瑞佳吗？对，彼此的。我觉得瑞佳第一眼看起来，因为他的那个角色关系吧，然后加上瑞佳如果不笑，真的看起来很凶，而且他又很壮，我就会觉得我如果惹到他，我可能就会被他打扁。你是真的很壮，你真的很快耶，是吗？真的。他，你知道我们昨天去录那个节目啊，然后我们去摸对方动作、啊。我摸他脚，跟他摸他手，我有点分辨不出来哪个是他。怎么可能？不是因为我脚很细。我是摸这边，我是摸这边，跟这边。你说这边跟他的手一样粗？这边很粗啊，都很粗啊。真的吗？你自己摸他曲起来的时候，他曲起来的时候，这边。对不对？很粗，而且要摸全身。怎么样？对，你说对耶。你再一次，再一次。有点害羞哎。我怎么？你们在幻想我的声音是不是？没有，我什么啦？我已经。然后因为我们还要摸身体，然后瑞佳是真的我很难一手掌握他。对。那拍完戏之后对他有改观吗？改观啊，完全改观。他其实超级爱讲屁话，然后超爱开玩笑。哦，他不是有吗？有吗？严肃的感觉，而且他感觉超级那种，有点我不会养宠物，猫咪。可是他实际上养了四只猫。而且他会拍他的拍线动，然后他会抱猫，然后跟猫玩，有一次拍戏，他也说：“哎，十点哥，我罚我们家猫罚站。”看，超好笑，对不对？爱宠物是好男生。那你呢？你对石之田的第一印象？小屁孩啊！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所以实际上蛮成熟的。哎，没有啊，我看你的 IG 也是觉得你可能蛮屁的。是吧？那讲再说一次，再说。就看你的 IG， 不是因为你 IG 发现。弹吉他啊，没有，可是因为我第一次看他，我觉得他蛮自在的。嗯，因为我们不是蛮自在的，蛮自在。因为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要试戏，是很重的戏，可是他看起来蛮放松的，所以会觉得他好像就比较不会有那么紧张跟对，然后他的肢体是他是就对戏完之后感觉他很像一个动物，就很像个浪浪一个狗。然后需要人家去保护的样子，就那个第一印象是这样，很不错的角色片。你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对，保护感。那雨腾呢？雨腾对子红的第一印象，张瑞佳。你很烦哎，我认错人这样，我也是人类，好不好？如何？就看起来蛮凶的，就是因为怎么一样啊？你们两个讲话很凶，你们两个长得那么像，看着张瑞佳，其实他不讲话是真的很凶，对，你不觉得？不要笑，你不要笑。哦，雨腾也是，瑞佳也是啊，对，他比较凶，真的还有一种。你们两个不讲话，看我一下，好，看一下。你不要那样，不行啊，我不想笑。除了凶还有别的吗？觉得他这人很难相处。是没有很难相处，就是因为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是真的很难相处。然后我本身是真的讲话很小声。然后就他跟我说，你声音这样是 OK 的吗？之类的，就是一讲话一出口就是给我
就酸你一下，酸你一下。然后你这段我可能在后置，我也会把它拉大，呛你一下，呛你一下。然后呢，你后来有因为这样子，你后来讲话有比较大声吗？越来越小声，真的？越来越怕？你怎么知道？你看吗？你看吗？有吗？有越来越大声吗？子龙有吗？他有觉得，你有觉得他演后面越来越大声吗？音量的部分？你说演戏？对，有，当然要，因为一开始太小声了，那时候其实我是担心说，等一下这样试镜会不会有问题啊？对对。那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我对他啊，对，就讲话很小声。OK， 就这样而已。就是讲话很小声，然后安静吧，就很据点这样。据点吗？但后来你怎么开启他的心房的？就是聊天这件事情。走入他的心。就是这个东西超难的，因为 我也不是一个会去主动的人，所以我就先从一些没营养的开始吧。啊，这还蛮有效的。反正全世界没营养的东西就差不多。对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对对，这怎么讲都通。哦、所以从没营养开始切入，它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对。那后来你就变得比较话比较多了。也没有多，但是就听也没有多、哦、你像点到现在还话还不是很少，你除非让他比以前多了，对，他现在已经比以前多起来的话多很多。那如果今天好，今天角色可以重选的话，你会想要挑战谁的角色？我还是想要选周诗怡，一样的，你没有想要演别的？对，我要演周诗怡。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就是有感情的啦。对，也有感情。然后如果有重拍的机会的话，就是还是周迅。对，想把它诠释的更好。对，诠释的更好。好，来子宏呢？如果你可以挑战谁的角色的话？挑战谁的角色？戏里面就是角色互换嘛。对啊，你今天想换谁就换谁，演演看看。我们两个没差哎、欸。你太可以演你们的角色、啊。我跟你啊。对，我都没有心理有问题。你想演他吗？你也是有某种问题、啊。你也是有某种问题啊！是的，我也是蛮有问题。他只是没有去看医生，所以没有没有验出来是什么了。啊？没事没事。他说他是医生的，你可以看他。我心里有问题，我去看一个情感障碍的医生有什么屁用？没有，所以你是想演他是不是？其实有墨菲林，就很多，比如说有强迫症的医生在治疗强迫，他自己本身就有。对哦，对对对对对，还是会。他可以更理性的去分析这些东西，他比较不会被自己更设身处地。现在是高士德，被你绕一大圈，他还没回答到我的问题。我要回答，我们给你多一点的那个素材剪辑。他回答演你吗？没有，他说他还是要演高士德，就他自己跟 You 的答案是一样。OK， 那你呢？我蛮想我们两个角色互换的，应该蛮不一样的啊。哎，我觉得我也蛮想演你的角色，扛不起你。你想演我的角色？对啊，因为你的角色。你是因为他的关系吗？也不是啦。不是，我觉得你的角色很疯啊，就是疯，情绪起伏很大。我很喜欢那种疯疯的感觉。也没到很大啦。没有没有很难防？有没有很难防？不会啊，不会吧？没有很大、啊。不是，你已经变主持人了。哦。你想演他？那你想演他的吗？我觉得如果。硬要选，当然还是对自己现在这个角色很有情感。可是如果今天瑞嘉跟我说，欸，我想跟你换，我会有兴趣跟他换。你有办法演得这么有担当的感觉，就是这个好玩、啊，这才好玩、啊，这就是挑战。就像是他如果要演那么弱小给我保护，他就他被超超笨呀，就说我他出去，然后遇到流氓，他叫我去找他，然后我出来啊。差别也很小，武功高强。对啊，那很怪。我也会想试试看，然后好，有一天看可不可以这样互演看看。但我觉得有个很重要是，对方也想跟你换，那个东西会很重要，因为会有种可能他想怎么试，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哦，那我也可以去怎么试。可以，下次花絮可能是可以这样试着演演看。那因为在剧中呢，你们很常脱衣服，你们有为戏。练一下身材嘛，没有很长多衣服、啊，蛮长的、啊。你们比较长哪一个呢？你们一开始就第二季一开始就他洗澡啊，穿衣服、啊。不是因为你们一脱的时候会剪很多版本，所以就感觉脱很多次了。对啊，对啊。你们有为此练一下身材吗？多少控制饮食，多少控制饮食，加强健身什么的。
那时候也没什么时间健身，就有空的话就多运动这样。多运动，那雨藤嘞？我也差不多。对，所以有空就去健身。有空健身，你在数几个字？没有没有，我没在数。差不多。你刚刚那个心里面很多脏话。没有脏话，我很爱仿这种，好不好？没有，那因为有时候就是张瑞佳是人间雄起，你自己健身频率很长。胸胸部的胸啊，长啊，他健身很久。还有在维持吗？不然你刚刚摸的很粗是什么？因为我还没摸到胸部，因为这个怕，我就要开始。你是不是想要自己想要摸？对，我现在摸了。哦，你在 cue 自己哦。我是空档的时候会去运动啊。那帮你摸摸看，然后帮我。你有没有在健身？你有在健身？我一点点而已。我四个都要摸到啊。你有没有在健身？我现在去旁边。你现在分。好，我先从脸开始。好。他有，他有哎。你是有的，你要会不会攻击啊？你压走，你压走，不会不会不会啊！没有他 OK 了，他只要 OK 了，对，他防御很强，对对对，我防御力点满。雨藤，那我可以摸吗？啊，你会有？哎，你为什么跳过他？会有表情面？他压走，他压走，哎，不会不会，来来，哎，有哎，来看紫红的，我不要不要，你摸他就好了，你给我摸一下，走开，不要摸，走开。而且为什么你摸的时候你是要另外一只手扶住这一只手？因为他刚刚挡住了，就是什么？他挡住了，他必须要加强力量。好，我们压手就是我们。好，很厚哦，哎，很厚，很厚，超级大，超级大。那你平常健身的周期是一个礼拜健几次？如果我没工作的话，四天吧。四天哦，那蛮厉害的，难怪那么爽。那有工作的话？两天，没有啊，就看啊，如果有空档就去练啊，可能两三一两天这样。OK， 蛮厉害的。好，紧接着呢，因为我们有收集到很多网友的问题，我们现在一一来帮网友解答哦。第一题是，请问你们有没有彼此私下的小昵称？小昵称，子红，嗯，你怎么叫雨藤私下？因为有粉丝说你没有答应在第二集的时候要回答这个问题。哦，是哦，这个不能讲啊。他说有答应，不能讲。你们有答应要落实啊？但是我没有说什么说的。你在咽了最后一口气。我当初是叫他。说这个小昵称不能讲。我打算是这样的吧。我本来打算在遗嘱里面写的。遗嘱？那雨藤呢？你可以讲你怎么称呼他的吗？他不能，我不能讲。哇，他们都不讲哎，同进退。我已经问了，他们就是不讲的。来，那你们有吗？我不讲啊，他们不讲，我们也不讲。那自己就说了。你们没有吗？你们有小昵称吗？我没没有，没什么互动。对，没有什么小昵称吧？是吧？对啊，对啊。你们设计你们就是那个对方的 LINE 的名字不会改成一个亲昵的名字？宇宙超级无敌霸王。哦，没有了，乱讲，乱讲。那我现在看他就双木林啊，哈哈哈哈哈。双木工厂章，工厂章，工厂章啊。好了，这题如果你们没办法，你们有可能回答这个时候任何场合，就是入土前，入土前，他们入土前，请去把他们遗嘱挖出来。粉丝，你们现在他说入土前，所以你们找机会埋了他。好，来第二题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人想这样。我真的觉得有人。我们就不鼓励了，我们不鼓励好不好？还有很多后面东西可以看哦。好，请说出彼此最性感的地方。你觉得瑞佳最性感的地方在哪？我之前好像讲过这一题。有，我有讲过。对，我自己蛮喜欢他鼻子的。鼻子。我们在网上有。对，我们直播的时候讲过。对，我觉得鼻子这个很挺，很挺。嗯。来，那瑞佳觉得。眼睛，眼神。嗯，蛮点的，我有近距离看到还蛮点的。来，雨藤就紫红，眼睛，他眼睛真的蛮漂亮，他眼睛真的蛮漂亮，对，特别镜头上，实际上怎么样？你呢？更好看。你觉得雨藤的？我之前说过是泪痣，嗯，这边的这个字，哦，泪痣，就是刚好长在那边的。好，那下一题呢？粉丝想问说，你们要一起回答哦，就是要一起回答。嗯，请问在拍戏的过程中，谁 NG 最多次？啊？对，你们指出我们四个人啊，我们没有四个人一起啊。我们好，那你们两个彼此，那我们两两好了。你觉得你跟他谁 NG 最多次？我想讲没来的人。哦。
裸裸吧。裸裸啊，对，有场戏那场戏，虽然我没有演，可是我也是选他吗？裸裸跟米奇他们会轮流，他们比较猛。对，他们都有一种幽默感在那边。比较猛是最多有 NG 几次？我没算。你在你跟他演，你他也知道、啊。你们跟他们比较相对的、啊，就是、会很好笑。但是讲到说文法怪怪的，没有，我对李杰，就是导演会跑过来说，等一下，这你有听懂我意思吗？啊，但都不是他们思维啦。然后李杰就会，对啊，对不起。然后罗罗就会激烈沟通这样。他觉得怎样？对，可是那个怎样？我觉得怎样？哇，这个角色这时候应该，其实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你就对不起导演。然后我是看，哎呦，可是但我觉得怎样？然后我们只要一直盯着李奇看，李奇就会对我们笑。我也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看我干嘛？对，最常 NG 就是他们两个，这边都没有。来，下一题是，请问子弘跟宇腾有想要合作歌曲吗？哎呦，暗比啊，我也觉得是嘛。嘛，之后会有这样的合作。这是公司决定的，有机会，我们没有办法。对，你们如果表达意愿，应该就是有可能。我们有表达意愿啊。意愿有，但还是要靠经纪公司决定。对啊，就是有沟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要看他们后面规划。好 ，OK， 这题可以剪掉，超级。不会啊，不会啊，我就要留这个。好，下一个是，请问张瑞佳再度演 BL 的心情如何？我没有再度演，对，他第一次演，剩下算吗？他不算别，偏微碰到一点边。可是真正是耽美剧，应该是这一部。啊，那心情上有不一样吗？不一样，跟剩下比起来，因为我觉得时间拉，这中间其实蛮长的。其实那个年代，其实对于这个比较封闭一点，会比较压抑。然后现在我觉得已经在认同这件事情跟其实看待爱情是不分性别这件事情，那我会想要演是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就单纯讲爱情故事，然后会有很多的想象的画面跟我没有演过这样的戏，那会很想尝试看看，所以还蛮兴奋。那如果之后再度有机会挑战的话，你会想再演下一部？快要有了吧？没有剧本好应该都不会排斥的。你说团综吗？没有。你说，比如说现在是第二季，说可能会不会有第四、五、六？希望。那大家看他们表情，我们自己 feeling 一下。OK， 好，下一题，请问拍床戏之前有特别准备什么吗？你们就没有看我们看？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们第三季就有了，难说。还没，没有。我现在往来，我是讲希望，希望。你们有在床戏前有准备什么吗？准备一些材料。雨腾有吗？没。准备心情。有刷牙吗？特别刷牙。没有，其实我们两个直接来，特别吻戏都没有，不会刷牙，去 care 太多的那种东西。对啊，他们应该都是直接来耶。对，就是准备，应该就是先吃一些臭豆腐啊、大蒜啊。有些是真的会互整的，你们也没有吗？我有遇过，但这个没有。你有遇过？你遇到人家整你，还是他只是没有在顾而已？他应该没在顾吧？没在顾，然后整到我。那我懂。你们自己有就是亲过有嘴巴很臭的人吗？就在拍戏的整个过程中，我是有，我是有对戏很近。然后很臭，也没到真的很臭，还能忍受。但是有味道，可是如果一直 NG， 我就会觉得再怎么样都要忍受，因为都已经要拍吻戏了。哦，你不可能说不拍。我那个不是吻戏，就是对话，就跟人家对话。那就还好，你就可以闭气。我就尽量把我的表演都调整得很 OK， 让他一条过。那瑞佳有吗？有遇过吗？我要想一下。应该目前为止都还好没遇过。好，下一题是，请问石之田可以也跟张瑞佳打招呼吗？因为你曾经在别的影片有说过，接吻是你打招呼的方式。啊？
没有啦，那都开玩笑。你们什么事情要做到、啊？都很当真了，我们这就是开问题。讲过的事情要做到。没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你说成年人的打招呼就是接吻。没有，我说什么时候讲的、啊？我们那时候在那个一个咖啡厅，我不是讲成年人，我是说，对他们来讲，可能接吻就像打招呼吧。我是用一种比喻判断，然后比喻，然后做一点修饰。所以如果实际来讲的话，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啦。是哦，嗨，瑞嘉，哇哇，粉丝你们是要看这种吗？啊，不然就是前后位的。好，可以可以可以，好。有吗？有吗？有对到吗？你在，我看是，在前，好像在前面的。OK 啊，有。好，前后位，这个应该没看过了吧？没看过，错位感，错位感。然后下一题是，子豪觉得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就过了，然后他每次都，我每次都真的吗？哎，好，那不行，我们要一视同仁来，真的看他的表情，来真的亲看看，真的亲看看。好，亲个脸颊还好。哇哇哇哇 ！OK OK， 好。没有，我跟你讲，有些东西看久会腻。真的，我们真的不要太多，对，保持一点那个新鲜感。所以你觉得他们是腻了，是不是？他们哦、喔，他们可以换别的啊。他们还想，请对啊，比如说什么？你的表情来，想看什么？他们想和你们打招呼了。你刚不救我啊？好了，那这边也来亲一下脸好了。你刚刚笑，要死一起死，要死一起死，来！我刚刚在帮你，结果你直接把我推下去。你们真的，我刚刚是真的要收尾。我跟你讲，你真的应该是要特写拉近吧？我知道怎么收尾。哎呦，我没有录过 YouTube。那我真的，因为其实 YouTube 我真是不可以播出去。那我，没有，他只要再来，就到那边就结束了。好，差不多。来下一题，好，下一题是为了甄轩而问的，请问甄轩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支撑他寻找表哥12年？你是抱着什么心情？我抱着一个洋娃娃，然后没有了，我抱着，我觉得那时候也觉得十二年有点夸张，然后可是因为这个角色他自己其实有一些偏执跟。他一旦认定了，其实基本上不会放手。然后我觉得，我后来抓到的概念是有点像是，不会觉得12年是一个很长的东西，反而在那个等待的过程，让自己像是时间是停止的那样。是这样吧？我不知道，我说的没有没有，我说我是这样，他的设定是这样子。好，你们看戏可以照这个方式去寻找。好，下一题是，请问各位演员两季心境上的转变跟演绎的方式有什么调整呢？这个先问他们吧，他们比较多了5岁，对，你们比较就老了5岁啊，对，就这样，心态呢？心态好，我也想老了5岁，心态上有转变吧，5年不见。有因为他们这5年是误会，他们有误会啊，是啦，而且也要面对现实层面的东西，对，这个东西会比较，因为第一季就是在校园里面，对，其实这个东西很纯粹，第二季就没有办法那么纯粹，就带了很多社会的一些枷锁，社会的一些挣扎，一些纠结这样子。那雨腾呢？我也是啊，就是5年后比较接近自己的年纪，就是有一些。东西，自己的东西再多一点。那你有觉得第二季比较难演吗？还是第一季比较难演？没有，我们现在在录哦，我们现在在没有，没有，我喜欢看他思考的感觉啊，感觉有在认真想我的问题。没有，两个都很难的，就是难的点感觉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你第一次演戏，家人，你有给家人看吗？我不知道，我没有。你要主动给他们看啊。所以家人有没有说，哎，雨腾演得很好哎？对，应该是有看，但是他没有主动去问，他们听我也不动去问。然后他们没有主动说啊。对。OK， 因为我今天蛮想问这，不知道他家人有没有看到他演戏，我觉得蛮厉害的。有，爸爸有在里面演啊。他爸啊。对啊，你爸都在里面演。
你看，你们猜的怎么很难？戏里面到了吗？我在里面演。我是谁？那瑞嘉呢？我觉得第二季比较难一点。嗯，因为第二季不是只有我们这队，我觉得是每一队其实他们要处理的情绪比较复杂，变得要勇敢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不管是会，因为第一季可能因为还年轻，所以会选择逃避这件事情。但是第二季他是要勇敢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跟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第二季会就做事方式会比较成熟跟就粉丝就会知道说，为什么第一季会发生这件事情，原来因为有些原因在里面。我觉得第二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都要勇敢去面对自己跟努力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那个真实的爱才会存在。哇，对，讲得好好。来换你，你问我啊？对啊，我当然觉得第二季比较难。第一季不就吃个泡面跟你打个招呼？对啊，吃个泡面很简单啊。我当然第二季比较难。你问我这个题，你有看吗？我有看啊，没有我有看，但还是得轮啊。你第一季才几个画面？我不知道哎，不知道。因为我后面原本要玩一个游戏，然后要写就是两季的问题，然后第一季我是问不出来的问题。对，我第一季应该就存在于宣传的一些影片，跟正片里面的一些彩蛋。对。那第二季啊，因为那他跟刚刚那个问十二年的那个差不多了，就那个心情。对啊，对啊，心情差不多。对 ，OK， 好，下一题就是最后一题了，请你們。这么快啊？哦，我们后面还玩别的东西，就是还要玩游戏，我们是一个小团总。好，请自己对自己的角色讲一句话的话，你们会想讲什么？对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角色、啊。那你先。裴守一，请你放过自己。好好爱自己。天哪！需要我帮你们想吗？你讲，你讲我内心。文案达人，文案达人。好，还有谁先想好了？子彤感觉好了。是在，我还在想四年头啊，高士德。雨辰啊，雨辰，我觉得这挺难。哎，这里蛮难的。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好，来，我说。真轩乖哦，真轩乖哦，好乖。好，好像合理，合理，我觉得合理，我觉得合理，我觉得合理。唱歌好了。你有在想吗？还是在放空？没有，我在想。唱歌算了。这么唱，你想唱，真的可以唱。可以唱，可以唱。你想给他的那一句话，你不是唱整首了，当然。你可以唱一个副歌。对。谁让他在你眼里看起来很浪漫，我却幻想不再只是让我心安。阳光洒着你边海，你在我心里存在。为什么感觉后面想赶快结束这一段？后面他后面有一个感觉，在他心里有存在感。没错 ，OK， 来，子豪，我们压轴。你可以比个动作，不行，我都不行，我都帮不起。只有唱歌跟讲话两个选项而已。我想跟高士德，我想跟你说，就是辛苦了，辛苦了。对你是你自己，你不属于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辛苦。哦。有没有卫生纸？我看，要不要擤鼻涕啊？蛮吓人的，我有点出油了。出油的，好，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有分上下集嘛，那这是网友 Q&A 的部分。那我们最后先来跟大家宣传一下这部第二季的来，很好看哦。Yeah, 要来看哦！上映的时间，播的时间已经播了，三月五号开始，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都在 WeTV。好，记得去收看哦。好，我们等一下下集要开始玩游戏了，拜拜。不要啊，拜拜。